好，接着来看今天的山海气象。首先看到屏东的狮子牡丹满洲，低温16度，最高温有24度，50%的降雨机会。太武雷一春日，低温15度，最高温25度，降雨几率在20%左右。三地门雾台马家，低温15度，最高温25度，降雨几率也都在20%左右。而在高雄的桃园纳玛夏茂林区，低温10度，最高温24度，降雨几率2%到4%。嘉义阿里山10度到22度，有30%的降雨机会。南投的仁爱鱼池水里新义低温8度，最高温21度，2%到5%的降雨机会。台中和平12度到20度，也是20%的降雨机会。苗栗的南庄狮潭泰安低温12度，最高温19度，降雨几率在20%以下。新竹的关西尖15峰8度到16度，也是20%以下的降雨机会。新北的乌来区、桃园复兴区8度到15度，宜兰的大同南澳9度到19度，20%的降雨机会。花莲的新城、花莲市吉安17度到19度，10%的降雨机会。秀林万荣10度到20度，降雨几率2%到5%。寿丰丰滨14度到19度，有50%的降雨机会。凤林光复瑞穗低温14度，最高温有18度，也是50%的降雨机会。卓溪玉里富里低温7度，最高温18度，2%到5%的降雨机会。台东的长滨成功东河低温17度，最高温有21度，2%到5%的降雨机会。池上关山海端延平低温14度，最高温19度，1%到2%的降雨机会。在鹿野台东市卑南低温16度，最高温有22度，1%到2%的降雨机会。太麻里大武金峰达人低温15度，最高温有23度，2%到5%的降雨机会。在兰屿地区20度到24度，也是有50%的降雨机会。最后看到外岛地区低温13度，最高温有19度。